在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，第161至168、169至176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二号台，裁判员叶奇夏，运动员朱龙、吴伟。三号台，裁判员张湘云，运动员王玉浩、赵延浩。四号台，裁判员高一妮，运动员赵启明、汪洋。五号台，裁判员张小舒，运动员刘淼、张汉轩。六号台，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于红、王玉恒。七号台，裁判员赵奇伟，运动员白龙、寇燕琪。八号台，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徐源、曲爱佳。九号台，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奚红玉、王大双。十号台，裁判员魏。
Thank you.
次女奚红宇排球。
开球时机。
Thank you.
算了，没准回头去。